你是？别动！段长官，我是两百师参谋长郑廷吉，奉大师长一命，率领两百师四千余众回到祖国。别动，来两碗粥。来，慢慢喝，喝完了送你们到急救站。把戴师长交给我吧。给段长官。王海。是刺刀营的段振国出来了吗？出来了。你确定？确定。好。将军，您感觉如何？没问题。Thank you.
段使者，剑之主，我们马上就要走出云山了。马上，我们就要回到祖国了。剑之主，我们马上就要到边界了。马上，前面就是祖国。马上，石公子，你不能死，我命令你活着，你必须活着。 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我还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云娇，云娇，别走了，别走。 云秋，段伯伯，郑国没事了，放心吧。这一路上，要不是三哥，我早就死了十回八回了。三哥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他应该做的。 有你姑姑和英皇的消息吗？他们和史迪威将军去了印度，估计这会儿早就到了。那就好。我知道，这一路上你们吃了不少苦。谁都想和平平的过日子，可是日本人不让咱们这么做，所以好好活着。 等赶走了日本人，再接着过好日子。你们都是好孩子，我为你们自豪。 海鸥老弟，放心去吧。
感觉好点了吗？嗯，好多了。谢谢你的照顾。谢我干什么呀？你应该谢谢你父亲。我为什么要谢谢他呀？他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我这个老子好像从小就不太喜欢我，不太在乎我。你怎么这么说段将军啊？我这么说有问题吗？我打小就这么觉得的。要不是段将军，你早就死了。为什么？你躺在病床上一直昏迷不醒，段将军除了工作，天天守在你病床前。要不是他给你输血，你现在还能张口说话吗？报告师座，这里归英军驻印军东方警备军团管辖。我见到了军团长阿尔文中将，说我是已经到达印度，并向他提出了补给要求。对方什么态度？那个阿尔文傲慢无礼，只答应收容，拒绝补给，说我们必须缴械才能合法的进入印度，否则大英帝国的领地是不允许外国武装驻扎的。哼，这话他们怎么不到缅甸跟日本人说去啊？你没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远征军，是遵照史迪威将军和驻印英军总司令威威尔将军的命令撤往这里的。我说了，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在仁安羌救过他们7000英军的命？告诉了，可他说这是他的防区，只要我们交出武器，他保证按照国际公约中有关对待战俘的条款优待我们。无耻！新38师是奉命撤退，不是来当难民的。马上命令全师进入战备状态，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缴谁的械。What's the situation with Chinese troops? Sun Liren's troops are ready for combat. Ready for combat? Aren't they seeking shelter here or fighting? General, with respect, I believe it would be unwise to treat them with a tough attitude. Listen, General Sun Liren saved 7,000 British soldiers and missionaries in Nanchang.Her Majesty has decided to award General Sun Liren and Colonel Liu Fangwu the orde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You must treat the new 38th Division well. Get that? Yes, sir. Report. Yo, this is me. What do you say? Come. General 大人呢？他去看老县长去了，有事啊？是他给我输的血啊。老三，我十几岁就跟着你爸，他这个人呢，我是最了解了。你们从野人山出来，他担了多少心啊？这要是几天，他每天去看你。守护你，老三。其实啊，在他心里，生犬好了，长官，我去加油。好。爸，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您给我输血了，哦，能从野人山活着出来不容易。我对你妈正好有个交代。伤既然好了，把军装的扣子扣上。一个营长不注意军容风纪，
General, I am Lieutenant General Irv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Oriental Garrison Troop in India.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New 38 Divisions, Sun Liren. General Alexander and General Slim have both telephoned me with regards to the situation in your division. I must admit, I have to apologize for the difficulty over the last 2 days. I accept your apology. And hope we have a positive result in today's talk. I do have a request, though. Maybe you permit me. Please. Looking at your troops, they have had a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but they still look battle fit. May I visit your camp? I like the way we talk as soldiers. You may visit anywhere in my campsite, including the toilet. Please. General, after such a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perhaps your men require adequate appropriat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rest. Okay, now we can visit the kitchen in the camp. Our sanitary condition is absolutely the best, but I have to tell you, food supply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No need, General. From your guns and from your soldiers, I can believe in your army. Now, can we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the new 38 divisions are facing? No, General. Talks are ended. The dialogue between soldiers is based on strength. Now I know why we were the rescued and you were the rescuers in Renan Chan. My men retreated with nothing but the shirts on their backs. You came here with all your heavy artillery still intact. My men can learn from this.全团已经安全渡过青墩江。第五军有消息了吗？没有。米子呢？米子呢？
拿下面一只。小心鼻子大。停下。你人呢？请坐。您醒醒。请坐。到什么地方了？我们还在野人山。不还在野人山？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兄弟们都快坚持不住了，食品药品早就没了，现在是伤病掉队倒下的兄弟越来越多了。刚才想办法跟重庆联系了吗？嗯。电台呢？电台呢？同志们到。军座跟重庆联系了吗？一直都有联系，可一直没有联系上。为什么？因为天气潮湿，电台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军座，您该怎么办？怎么办？你在问我吗？这么多人的命系在这个电台上，你现在问我怎么办？他问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马上告诉你该怎么办。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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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我帮着你，要去想办法。大哥，大
说过不要来打扰我吗？外交部水司长来了，他说有重要消息通报。让他进来吧。是。委员长，印度方面消息，新三十八师已安全抵达印度英帕尔，全师建制完整，尚有7000余人。太好了，孙立人，你还真是好样的！我要给你嘉奖，我一定给他嘉奖。不但人员齐全，重装备也完好的运过去了，连英国人都佩服不已。目前该师正由英国人提供给养，就地休整。孙师长已赴新德里去和史迪威及亚历山大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那这么说，英国人在这一点上还是兑现承诺的。是。如果第五军也退往印度，我相信也会受到同等待遇。有消息了，重庆有消息了！赶快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位置，赶快！怎么回事？又没电了！电报发了一半。说什么？电报就发了一半。你确定吗？确定就发了一半。我让你再说一遍。就发了一半。太好了，太好了！只要你能发出一个字，委员长就知道我们还活着。知道我们还活着，啊！重庆军方面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救我们，知道吗？弟兄们，我命令大家一定要活着走出去，活着走出去。
刚刚收到他们发来的电报，你肯定是杜玉明的第五军吗？我肯定，真肯定，真肯定。立即派出空军。 去搜索杜玉明和第五军，要全力以赴，一分钟不能耽误。马上！ 大量的空投食品、药品和电台，得到补给后，电令杜玉明立刻转向印度，刻不容缓。是。 Thank you.
校长知我呀。印度卢比，对，那边还空投了很多。懂吗？委员长的意思是，委员长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了，印度。救援我第五军的工作马上全面展开。一，命令联勤部长一飞立即飞往印度利都，具体实施救援计划。二，与英方驻印度的最高军事长官维维尔上将确定，由英方提供第五军的粮食和药品。三，通知美方，以印度为基地的美国空军必须保障每天四架飞机向野人山空投攻击。四，先期到达印度的孙立人部要立即组建数支先遣队，带上粮食、药品、担架和被服等，分路进入野人山迎接第五军官兵的到达。五，在野人山的边缘地带每隔数公里要建立一个收容站，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减少疾病、饥饿和死亡。兄弟们，前面就是印度，我们得救了。你走了像彩
少。